就你按完点头吗？各位大家好，我们是小和拼音，今天我们去玩具店买了四辆车车。加油！好，今天我们就要来开箱，那我们就先请张英开这个。要塞那个胶带。还有是，还有胶带。香汁卡比尔。好，那我也先开第二个喽。第二个，金币卡比。超级比比，那就是超级星之卡比。哟，我的这个，那你开第三个。好，第三个呢就是这个 L， 哎呦，这个就是也有贴胶带。来，大家看一下，大概就长这样。好啊，你看，大家你看这个好漂亮哦。好，我要来开一个，滴滴。给大家看这里面的设计，那你打也把这个给大家看。这个里面的设计很酷哦，它还可以打开。哥哥你看，这设计很猛，超级夸张。是的，我把它收进去。好，你们听，接下来就我这个就开好了，接下来换狗狗。哥哥的饮料把它放过去，来放到上面。好，那你先把你这两台给大家看吧。第一台是这个星际卡比比。哦，这一台感觉好像可以打开耶。可以，里面有一个座位。大家好，你看我们这里还有一台哦，一模一样。哇哦，这里还有一台车。这个荧光笔永远都只会有倒这句话。好 ，OK， 那我来看这个可以打开的车车。那我来先把它装好，来给大家看一下吧。来，这个这样放好喽。这个，来，我来给大家看一下。首先，第一个是这个星之卡，星之卡比的，它前面这个能转吗？这个好像不能诶，我刚好我有试过。各位大家，看，长这样，360度旋转。好，第二台呢？是这个，这个是回星之卡比突然倒地，这个里面可以装很多东西哦，一些珠宝。哦，来给你们看一下，然后打开来的，好，好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妙蛙种子麦块版的，来给你们看，这个好像不能打开做什么功用，可是它很特别哦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换这个唐老鸭，唐老鸭这个可以打开来，但是就是比较难开。好，发生什么事了呢？请问，来来，你拍一下，你拍一下，来，各位大家，他把这个搞成这样，我看一下哦，这个东西应该，这个东西应该是要这样，好，这样装好了。这是可以打开的，你不要这样，这样，滴滴，给你们环拍一下，哥，你要旋转啊，好 ，OK， 然后呢，这里还有额外两台小车车，第一台，滴滴，第一台也是可以打开，第一台比较好开，因为买其实。两个月了，然后这个
是马车，这上面可以打开，里面也可以装东西。好，然后还有这个，这个是我们最新酷的哦，哔哔哔，这是一个荧光笔，这个荧光笔很酷哦，很像丸子，上面这个还有一个头头，有橘色、黄色、粉色，然后这个只是盖子。你笑什么？南汉哥哥的。那个，你干嘛介绍？我们主题是车车啊！哦，对，还有这个，哥哥，这个你来介绍，我不知道要怎么介绍。这个你就不要介绍，我们介绍这个蜘蛛人跟这个。我们没空介绍这个。好，这个呢其实很酷哦。这个很酷的原因，我好像遇到了什么东西。我给大家看，这里还有附一个零件。啊，有吗？哎，真的哎，你看，大家我们以前买的这个是有的，可以拔掉哦。而我们的这个是没有的，有但是我们装，它摔倒，我们只要一装，它就会有了。当当当当当当，好 ，OK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大概就到这边喽，那么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